我叫 Annie， 今年32岁，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一个小村庄。我是家中四姐妹中的第三个。我的家乡位于中爪哇省，这里风景如画，田野里常年种满了稻米和甘蔗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。村里的河流清澈见底，河岸两旁生长着高大的椰子树和香蕉树。每天清晨，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，金色的阳光洒在田野上，映衬着劳动人民忙碌的身影，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在中爪哇，我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。学校离家不远，我每天步行上学，沿途都是熟悉的乡亲邻里。我的父母从事木工，他们用木头制作椅子、沙发和柜子，除此之外还手工制作红糖。每天清晨，他们都会收集椰花汁，经过整日的熬煮，最终将其制成红糖。放学后，我总是帮忙父母下田干活，并协助家务，比如收集柴火来生火做饭。毕业后，我在家乡的一家 7-Eleven 便利店工作，这份工作持续了几年时间，直到2016年。那时我开始考虑如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，因此萌生了出国工作的念头。2017年，我决定去台湾工作，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为家里多赚点钱，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联系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，并经过了3个月的雇佣培训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学会了如何照顾老人、基本的急救知识和一些简单的中文对话。虽然一开始有些担心，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也希望这次旅程能够顺利。初次来到台湾时，我被分配到南投，负责照顾一位82岁的老奶奶。她曾因摔倒而接受过头部手术，行动不便，生活中几乎事事都需要帮助。南投的环境与我的家乡有所不同，但同样宁静安详，四周群山环绕，空气清新宜人。我在这里生活了4年，照料老奶奶的日常起居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她仿佛成了我的家人。每天早晨，我都会为她准备早餐，陪她聊天，听她讲述年轻时的故事，这感觉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长辈一般。2021年，我决定回印尼，与我交往了8年的男友结婚。他比我大2岁，是一位水果商人，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。在南投的这些年里，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和视频保持联系，即使身处异地，我们的心始终紧紧相连。婚礼非常简单温馨，在家乡的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我们许下了彼此的誓言。结婚后，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，他继续经营水果生意，而我则在家中照顾家庭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规划。为了能够攒下更多的钱，我决定再次去台湾工作，希望通过这次努力，能够在家乡买一块地，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2023年，我再次来到台湾，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台北。相比南投，台北是一个更繁华的都市，高楼大厦林立，交通四通八达，街道上总是人来人往，充满了活力。我现在照顾的是一位95岁的老奶奶，她性格温和，待人友善，对我非常友好。她有2个子女，女儿住在南部，儿子则在新加坡。尽管他们分隔两地，但2个子女都经常回来探望她。现在他的孙子与他同住，陪伴在他身边。每天早上，我会早早起床，出门买奶奶的早餐和当天需要的菜。奶奶大约10点钟会醒来，我会先替她量血压，然后为她准备早餐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忙于整理家务，包括洗衣、打扫和整理房间。下午等奶奶午觉醒来后，我会为她准备一顿简单的午餐。每天晚上7点，奶奶的孙子回家后，我们会一起享用晚餐，家庭氛围温馨和谐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台北的这位奶奶非常独立，尽管已经95岁了，依然坚持尽量自己处理所有事情，这种精神令我由衷佩服。台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友善且热情的地方，尽管语言上有些障碍，但这里的人们总是很耐心地与我沟通，愿意帮助我。
台湾的自然风景也非常美丽，特别是台北的夜景，灯火辉煌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此外，台湾的医疗系统也让我感到非常安心，老奶奶的健康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照顾，这让我可以专心于工作。据我所知，目前在台湾的印尼劳工人数相当多，其中既有像我一样的女性劳工，也有许多男性劳工。女性劳工主要从事家庭护理工作，照顾老人或孩子，而男性劳工则多从事工厂或建筑行业的体力劳动。无论男女，我们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，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，也为台湾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回顾这几年的经历，我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成就感。虽然离开家乡和家人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但在台湾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让我明白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。我非常感谢我在台湾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他们的善良与包容让我在异乡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未来，我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工作，早日实现我和丈夫的梦想，回到家乡，过上我们梦想中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从印尼到台湾的故事，希望您会喜欢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